来看，星期天声援苗栗大埔的团体走上凯道，而且夜袭内政部，要求重修土地征收法。事隔两天之后，今天内政部长李鸿源因为台美台风现身防台中心，对这件事情首度做出了回应。我们不能说每一年发生一件事情就要来修，但是我们可以来讨论。但是我认为说，你现在把这个区段征收的这个法把它给废掉，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因噎废食了，因为那个是国家做重大建设来照顾大部分人的权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我们不可能把它废除。大埔争议从地方一路延烧到中央，审议好几天的李鸿源终于出面灭火，强调不是法有问题，是地方政府处理的手法不妥当。至于民间团体指控苗栗县政府刘正宏涉及弊案的部分，李鸿源表示这将交由检调处理。但这次抗争，民众阻挠公务员上班，还擅自在地板、墙壁涂鸦、贴贴纸，已经超越集会游行法的界限。李鸿源说，民众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但公有财产也应该被保障。等搜集完成之后，内政部不排除提告。